你给大家很多很阳光、很可爱、很乐观的形象。可是对于，因为像我每次访问你，我其实都在观察每一个人，包含你也是。就是在没有讲话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是一个很成熟的孩子，应该算是眼色很好嘛。就是你知道哦，这个人现在在干嘛，所以我先不做这件事情。那他们两个在做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先休息。但该我的时候，我就好好做好我要做的事情。对啊，你眼睛那么大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看就看到那两个眼珠在那边转的转的。不好意思，毕竟我还是比较资深一点。但今天呢，带来了你的实体专辑，对不对？美丽旧世界，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的首张专辑《美丽旧世界》，然后这个《美丽旧世界》的其实说了很多我的一些真实的故事。但是我想问一下你，现在给大家这些形象啊，是小时候你就养成了这么乐观的性格吗？OK， 就每天家里都是充满着银铃般的笑声。对。他们看到这张专辑，他们给你最大的反馈是什么？爸爸也太可爱了吧！超可爱。你有发现说他们其实有越来越了解你吗？因为这张专辑的关系，就是你真的也把你最近的这些故事全部写进去了。但如果他们在家里听你的 CD， 然后拿着歌词本，你是会觉得压力很大的吗？就像你在电视上，他们全家人都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在看你的表演，这样一直看着这样。对，是不是很害羞？你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《远走他乡》，那这首歌曲你自己有觉得在诠释上面有一些压力吗？连李子婷都觉得难的歌曲，你看到底有多难？你自己喜欢吗？那你觉得到底是什么东西 ？OK， 在梦想的路途中。所以我讲的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外表就是小朋友，但是就有经历过很多事情的那种概念。但这个就是我觉得也让更多人了解你，包含你的家人嘛。但是其实这张专辑你最想要告诉你的小梨子们其实是什么？自己不想要成为那样的人，但是却变成最讨厌的大人的概念。
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也赋予你很多可能一般人没有过的经历。然后因为你在你的 YouTube 上面其实也有说过说追梦其实是非常有趣的，但同时其实也失去了很多。那你觉得总括来讲，目前出道到现在，你觉得你获得了什么跟失去了什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？对，这个收获很好。收获，嗯。不太固定。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对，的确会获得很多可能他们没有的经历，像是站上舞台，可是同时你也失去，就像我们刚刚在聊的很多的学生的生活。但你觉得有时候失去太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去拉住自己？对，每次到一个环境里都是很成熟的大人们。其实因为你出道的时间非常的早，你在出道之前你有特别喜欢什么事情吗？这个笑容是很难以启齿的吗？哦，看 BL 剧。你是这个系列的？你干嘛那么震惊？真的假的？我知道，我粉丝都知道。对，但我的意思是推荐给我。那你最近在看什么剧？因为很多 BL 剧都是泰剧嘛，所以你最推荐的是哪一部？不期而爱。你该不会到现在还反复的在看吗？因为没有新的，就一直反复的在看。哦，对对对，天生一对，而且那个集数很短嘛，对不对？真的哎、欸，你聊到这个，我觉得你整个人就是很喜欢，但是。你很喜欢看这些戏剧，那你自己对于如果你自己去拍戏这件事情，你有想过吗？觉得怎么样？那如果可以自己选男主角的话，只能仅限于台湾的男艺人，你有没有很想合作的对象？谁？所以你就是如果有机会也想跟他合作这样。那你有看他那一部戏吗？当然有，因为还是 BL 剧类。对，那你应该有那个他的主题曲，你很喜欢吧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是很投入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最后有哭吧？那最后可以演唱一首歌的话，十二首歌里面你会选哪一首？我选你听听就好。你听听就好。对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。
怎么会唱哎、欸？希望你可以一直把这么动听的歌曲带给大家。要 Andy 的就来给我口误。OK， 再次谢谢李子婷来到我们的名人说生活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每天日夜颠倒，想你想到睡着，早就已经受不了，好想快点让你知道，是我自己胆小，总觉得运气没那么好，好难熬。果然是圈套，想逃来不及逃，全身感觉不太妙，想买进洞放声尖叫，锁上内心的锁，关不了所有我想对你说，是我闯祸。Yeah.